们进了道教摊位，将对岸的大回水啊投进寺内了。现在咱们根本没办法救援了。这船呢，它是圆的，形成了四转，加上这水的作用，它就有了公转，四转带公转，加上这船尾啊，浪大得很，船就变不住了，就麻烦了。走，前头再去看看。走，走。大哥，大哥，队长，李渊，快点，兄弟，人家有使劲。大哥，小心，小心，别。大哥，我说过，你一定会喝上这口酒。我要向全世界宣布，中国人用自己的设备战胜了呼叫侠的出战神。好，兄弟们，收船，走！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换成我们新的长城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，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前进，前进。这么热闹的庆功会你不参加，非要来陪我了。我呀，比你这个寂寞英雄。再说，你要想，也没我的份儿。你呀，跟我也差不多，也是个个人英雄主义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
请你，你就不开心了？唉，是有一点啊，不过我也不是太在乎。我现在的心情啊，就像一匹孤独的高原的狼。是啊，你是高原的，那我呢？我是什么？那你就是堪巴高原的女神。哎，对了，王大哥，说正经事吧，你不是第一个飘过虎跳峡的吗？是又怎么样？谁会承认呢？可是，中飘队员都看见了的呀。他们现在把我当陌生人一样看待。你以为他们真会承认我是第一个飘过虎跳峡的吗？可是明明就是呀，这可是你用命来拼出来的。没有用的，谁也不会承认的。所有的报纸也不会报道我的。中飘队和中原队回去以后，他们都是英雄，可我呢，什么都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还要飘啊？为我自己飘。我在漂流长江的过程中，完成了战胜自我的信念，我很满足了。小丫头，我总觉着，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探险精神，就不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。中国几千年都没有人漂流长江，我既然去漂流了，我一定要做到底，而且要把它做好。王大哥，你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英雄。过了虎跳峡，队里啊，胜券在握，都想瓜分后面的摊了。连那个金城业也想分一块，我就是看不惯他们。反正我呀，跟盛指挥长说了，我要飘老君滩。什么？老君滩？你以为老君滩就太平吗？我才不想瓜分胜利的果实呢。反正我要飘老君滩，我要让大家看看，王一鸣做到的，我央金也能做得到。小丫头啊，你如果是一个男人啊，咱们俩一定是一对难兄难弟，你信不信？我凭什么要做男人啊？假如我是男人，那你就是女人。这个老君滩啊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你想不想听？你想说，你就说呗。那我就讲给你听啊。传说啊，在这个老君滩的这个北岸有一个老君山，山上呢有一个老君洞。这个老君洞是干什么的？哎，那是给太上老君炼丹用的洞。后来呢？有几个上山打柴的青年发现了这个秘密，就爬到了这个老君洞，偷取太上老君炼丹用的矿石。开始的时候啊，太上老君根本就没在意，后来呢，看他们实在不像话了，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嗨，趁着太上老君闭着眼休息的时候，也来偷取这个矿石。太上老君啊，就随手抓起他们这个布袋往这个金沙江里一扔，就形成了今天的险滩恶水。那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呢，自然就是阻断了这个盗矿人的去路。哦，哎，老君滩呢就是这么形成的，有没有意思啊？嗯，挺有意思的。对了，王大哥，嗯，我一定要争取漂流老君滩的名额，这样你过来给我接应好吗？不管你能不能争取到，我都不会做你的接应的。
为什么？难道你就不能做一回坚硬吗？因为我要和你一起下票老君坛。真的？真的。太好了。哎，小丫头，跳墙，咱们成功了！真好，胜利，胜利！这些花都好看。王大哥，你看。一个是代表你，还有一个是代表我，就像永远连接在一起，永不分开。结束了，到那个时候，我到哪里去找你，王大哥？你告诉我，小丫头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可以到江城我的家里找我呀。王大哥，你以为我真的会到你家里去吗？会的。
也怕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。大哥，难道我们真的永别了吗？林子，咱们就在这儿了，啊！
令子，别怪大哥，大哥不能把你带回中国，带你回去了。只有善良，林子，你看这个地方挺好的，大哥就把你放在这儿了。看到长江水，能听到长江水拍打礁石的声音，每拍打一次，就是大哥，大哥在想你，在念你啊，林子。林子，我答应兄弟们，向他们保证，咱哥俩分开的时候不掉泪。我答应过大哥，林子，大哥没骗你，这真的挺好的。你往前看，西边，最西边。就是长江尽头，我说过，林子，别怪大哥，大哥只好把你葬在这儿了，然后去完成我们还没有完成的任务。叶子，现在看他还不能接受，好好静静在这休息吧，林子。没得来看你，哪都不掉泪，免得你到那边难受。哥他们长江，咱们抓漂成功了，大哥带着兄弟们还来，咱们一起。再来个滴血结印，到时候咱们谁也不分开了。
我记得从玉龙雪山下来，杨金就沉浸在一种难言的忧郁之中。虎跳峡过去了，玉龙雪山渐渐的远去，随着未飘将断的缩短，我们分别的日子也就一天一天的近了。在茫茫的人世中，寻觅到一个真正知音的人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但即便是你找到了那根针，它也会刺痛了你的心。我和杨金就是这样的。我不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，但我知道，恐怕我们是不会有未来的。队的，啊，我不是漂流队的，我是漂流个体户。王一鸣，找的也有你，上边有通知下来，说是让我通知你和中原队，要你们明天赶到渡口。哎，你可明天一定要准时到达啊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你不知道，明天渡口的老百姓要在江边欢迎你们，好像是有个盛大的仪式。省里的领导也要来，来，这下你们漂流队露脸了啊！好啊，太好了！来，我算是通知你了，那个，你要是帮我遇见那个中原队啊，帮我带个话啊。哎哎，那中原队啊，就在我后边不远，你们不通知一下那个中漂队啊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上边只叫我通知你和那个中原队。中漂队应该就快到了吧？啊，不可能啊！我走的时候中漂队还没动静呢，他们不可能赶在我的前面啊！我不清楚。好了，我找中原队去了啊！走，站，站点，站，站，站！哎，不行，妹妹，啊，听说今天有领导要过来啊？那当然了，这宴会就领导安排的。哦。这长漂还真漂出名堂来了，你才知道呀！哎，领导来了。
来烧锅炉的，来，谢谢啊。哎，杨金，找到他没有啊？怎么没有来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最近王一鸣啊，奇奇怪怪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要是换了我，我也不会来的。这有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人心都寒呐！说实话，人家王一鸣还是中漂队的元老呢。这人呐，来喝酒。这有什么？下次我请王大哥上好酒，上好菜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哎，算我一个啊！也算我一个。哎，还有我一个。行行行，要是王大哥知道了，肯定会乐死的。快吃快吃。今天我们中漂队、中原队在这里齐心一堂，庆祝我们成漂成功。那我们的地方政府也特别设宴为我们庆功接风。下面请我们地方政府领导讲话，大家欢迎。同志们，勇敢的漂流队员们，我不是来做指示，我是来看望大家，也是来为大家庆功的。你们战胜了金沙江，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，这是一次伟大的征服。事实告诉我们，只有我们中国的漂流队才是战胜金沙江的英雄。同志们，我记得我曾经在大渡河看望过大家，也在我们巴塘和大家经历过艰难的日子。今天我先和大家陪一杯，等大家把整个长江战胜以后，我们大家再来干杯。同志们，请举起杯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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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回来了。嗯，去哪儿了？哎，赶紧的，快洗个澡，晚上还有活动呢，好多人都请我们去。哎，好久没有那么痛痛快快的洗过澡了，真舒服。怎么了杨姬，不开心啊？没有啊，我当然很开心啊。你呀、啊，是不是又找王大哥去了？王大哥现在怎么样了？不会还是一个人吧？他当然是一个人了，难道还会跟我们在一起啊？也是，其实我也觉得挺不公平的。好了，我们不说这个了。你说晚上有什么活动来着？晚上有晚宴，然后是舞会。哎，听说渡口宾馆里的美女服务员好多都要陪那些男人们跳舞呢。啊，你说说怎么就没有一个美男子陪陪我阿莎跳舞呢？爹卡死了的，哪一个美男子啊怎么能配得上我们阿莎姑娘呢？这话也倒是啊，我阿莎嘛更别说是你央金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我怎么都看不惯潘耀军他们那几个人，胆子那么小还老沾长漂的光。嗯，今天晚上
他们要装长漂英雄了，奴猪死。好了，阿尚，你就别管这个闲事了啊。我想通过我们，通过新闻界，跟大家说点什么。我要走过这间咖啡。发稿子。我认为，冲击金沙江就应该包在我们男同志身上。你跟我说的什么？你跟他说去啊！城下的云没有被凉，原上的风依然酣畅，血色的心还要远走，今夜的爱不再彷徨，从前的话你将怎讲，美丽的泪笑着飞扬，握紧的手